你一定会想说，我干嘛点了？应该说，点了一盆植物，这个能吃吗？我刚刚也很怀疑，但是它真的可以吃。可以吃的东西是这个泥土，这个泥土是长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那个 Oreo 的 Oreo 饼干，然后加上巧克力，还蛮特别的哦。然后这是我今天的晚餐，这是凤梨炒饭，然后鸡翅，然后这个是凉拌的海鲜吧，我猜。然后杰西已经躲到边边去了。好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哦，饮料忘了介绍，来两个酒鬼，今天又点这个东西，哇，抹吉托，吉托，抹吉托，然后本人我已经很久没喝咖啡，所以又点了这杯，很开心。